而且对小贝非常喜欢，他喜欢小孩，他喜欢帮助不幸运的人，所以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，他走了。虽然他年纪很大了，可是这几年因为他过生日都不大出来了，年纪太大了。所以这一次夫人过世了，我们觉得很难过，像失去了一位母亲。我们知道蒋夫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女性，她的才华、她的风采、她的智慧是没有人能够比得上的，我相信是我们所有中国人的光荣，我们会永远纪念她。这都你的，我向太太。等一下，向太太。